都幾舒服，但你有冇覺得爭啲咩咁樣？即係缺乏啲咩？可以再多啲餐廳。餐廳。雖然佢都係近住住啦，但係其實佢都有一段距離噶嘛。我覺得可以加多啲交通，即係巴士啊。我知道係有嘅，即係有專線小巴同巴士，但係會勁啲同你。就呢度都是個指示未去到清晰，係因為有時都會有問即係點樣過嚟去西九啊，即係由遠方嗰邊問點樣過嚟咁樣。我覺得可以加翻多少少指示話，原來我哋有小巴道嘅，係啦。港府在2008年发放216亿拨款给西九文化区管理局，西九就说有关的资助就会在2025年3月份用完，但基于港府在医疗、房屋等公共财政开支庞大，以及解决社会问题存在更加大的迫切性，所以西九未有打算寻求港府的注资，计划建设更多的酒店和发债，用这个方式就会增加更加多的收入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下个月尾开始将增加门票的价格，成人非就增加10元，长者和学生等就增加5元。局方解释，西九在展览、保险、运费和营运成本上升，将需要解决开源节流的问题。局方就认为，如果物业发展可以带动持续的收益的话，那财政上就不成为问题。目前需要考虑解决短期和中期的财政问题，或者可能会以借贷、获赞助和筹款的形式支撑。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就说，对未来西九规划的可持续性不是太乐观，除非对西九极度感兴趣的人，否则游客基本上只会到访一次之后就无意再次参观。如果西九在高价地段再起酒店的话，租金亦都可能较为昂贵，对酒店入住率不会太过乐观，或者甚至出现蚀本的问题。东网记者钟乐林报道。